给大家，谢谢。正面朋友，你们好，嘿。会唱的举一下手，我看一下这一首歌。啊，后面朋友比较陌生的感觉哈。啊，也会是不是？太好了。永远是落雨面，夜山袂行，想拢是行到底，两人相偎。情海是路变卦，梦山像雨声。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一阵雨水是注定。毋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旧账，你若无心来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不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。一段感情啊，好散。谢谢。我试看卖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艾希
许富凯，董凡熙，来到新屋，热情掌声，掌声，掌声！区长打几分？100分哈，可以哈。没有，他写90而已，好像是没有。就是，哎，哇，今天呢就怀疑哈，就怀疑，很开心。富凯，大家是几点来到现场？11点就来到这里等你们了呢。我的粉丝都比较热情，然后他们都很比较行动派，真的真的，而且真的今天非常开心看到富凯，而且一下子呢这么多粉丝呢是就来到现场，好开心啊！真的，其实最近跟桃园很有缘哈。哦，对，常常来桃园工作活动这样子。对，我很谢谢桃园人这么喜欢我。我就看到前几天的直播啊，在那个好像是。就是艺名记嘛，对不对？是，对对，那个中立那边，中立，对对对，有看到富凯好像唱客家歌也可以哦。Oh my god！我教你 Oh my god 的那个客家话。好好，这个有客家话，很可爱哦，你要记住哦。好，叫阿妹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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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阿妹喂，阿妹喂，阿妹喂，不是喂哦。阿妹喂喂是阿妹喂，阿妹是那个妈妈的意思。阿妹，然后我们客家人很喜欢喂呦，哎在这种拉音，哎呦，对对对，在阿来这种的，对，你马上信，你有是不是有客家协议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小时候我是高雄旗山人，是隔壁就是美浓。我小时候常常去吃板条，然后呢去那边参加客语歌家比赛，真的假的？歌唱比赛，对。那你还记得你那时候唱什么歌吗？哦，那时候有一首歌很一定要唱，哎，就是那个指定曲叫《客家本色》，大家想不想听？你现在可以马上来一下吗？同山过推板。木板点前，沙芒打遍滚山滚天。我求做此几十年，不是埋怨。好，热情欢呼声好不好？我觉得你讲客家话算很标准哎。真的假的？对不对，区长、理事长是不是？很标准哎哦。谢谢谢谢。哇。真的是小时候有练过呢，好紧张哦！怎么？我刚才还没教完你那个 Oh my God 的客家话哦，还没教完。阿妹喂，阿妹喂，不是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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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妹喂，喂，阿妹喂，阿妹喂啦哈，阿妹喂，就是那喂很难，对不对？不太好发，不太好发，真的真的，就像比方说客家啊，有很多 O 的音。我要讲我爱你，我可以跟你告白一下吗？哦天哪，不好意思耶，好。爱爱你，啊？爱爱爱你啊！这个是四线腔啊，我们今天来到新屋是海陆腔，海陆腔啊，我们要教一下海陆腔。好，爱爱爱爱你，爱爱你，可以哦。哎，换你们讲一次，一二三。哎呦，好可怕，好厉害哦！全部都是你的老师的，来，太强了，许富凯，许富凯，哎，谢谢啦，谢谢。看走 demo， 你先看看走 demo 什么意思？就是还可以吗？哦，还可以，很好啊。哎，你要说走 de， 走 de， 哎，热情的掌声给他好不好？谢谢。哎，今天教了你很多客家话。哇，太好了，下次不一定有机会跟那个彭佳慧姐姐一样出客家歌，就模拟一下戏，对不对？对，把你吓死。对，把我吓死。把你吓死，他那首歌叫把你吓死。没错没错，对。哇，真的，这富凯的声音有没有把大家吓死？有。听说你上次我要 cue 那个啦，刚刚你那个什么不是客家本色 ，say boy 暗讲。因为今天有这么的讲的 CMY， 看来看彰化的 CMY 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来台北的 CMY 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来新屋的 CMY 来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中立有那个 CMY 暗讲，就是也要唱一下 CMY 暗讲。我刚刚上来的时候就看到一群穿客家那个服饰的姐姐，花布姐姐们，对他们极度热情，比我的粉丝一样热情，跟我一样很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要为你们献唱一首 CMY 暗讲 ，CMY 暗讲，秋冲的一枝花，啪啪的牙齿，红红的嘴唇，不注意也会光发。好。哇
你学这首歌学多久？很久才难吗？应该对你还好吧？因为小时候可是因为没有念过这首歌的歌词。哦，了解。对啊。我其实还蛮就是想问一看你怎么会把台语讲得这么好呢？是因为家庭关系？家庭关系，我小时候自己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、长辈都是讲闽南语啊，对，讲台语。我的意思像很多客家人啊，我们一开始的母语可能就是客家话，然后到了学校以后才学中文哦。是，你是这样子吗？好像也是这样子，也是这样子。对，真的，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的母语，很漂亮的语言，真的，闽南语也好，客家话也好，原住民语也好。是。所以真的是要非常感谢傅凯，有这么多好听的闽南语歌曲，对不对？谢谢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守护台湾的美好的语言。真的真的，所以我看到今天很多粉丝来到现场，再一次你们粉丝尖叫声在哪里啊？谢谢。因为傅凯，我想要请他们有邀请，请我问你一下，请你答应我们，嘿，你说可不可以跟大家一起合照？哎呦，来哦！等一下，我要去。那什么问题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呢就邀请傅凯跟大家合照，大家说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请傅凯来到中间，跟我们的区长还有所有长官贵宾一起来合照哈。好，那呢来，所有好朋友，后方好朋友，双手举高好不好？举高好吗？你们最爱谁？小声的最爱谁？呀！谢谢大家。哇，今天呢，很高兴呢，邀请到傅凯呢，来到新屋跟大家一起来这么好的新屋艺文之夜。是。那你接下来呢，有什么歌曲要带给大家呢？我想是。